找位置，其实你就往人多的地方找就可以了，家拿。其实做餐饮，他对位置的要求，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学问啊。找位置就是人多的地方，对不对？因为人多的地方，它就是流量嘛啊，人越多，流量就是越大啊，人就是流量。嗯，好的。做生意，我们就是说，往人多的位置去找啊，然后人多的位置，这种房租也贵嘛啊，但是你要找一个你能接受。能接受的这个价位去找就可以了。好想来学，但是不知道浙江这边吃的人多不多啊？我杭州那边有学员啊，杭州那边学员做的生意挺好。当年一条街八家同行，让我干掉七家是吧？我们也经历过，老铁啊，我们也是从这个竞争当中慢慢经历过来的。辣椒要吗？所以我也比较就深有体会啊。对，我每天下午5点半开始直播。烧烤撒料的话要看啊，要把那个比例配好也可以啊，但是烧烤撒料呢就吃的时间久了会腻啊，整天吃烧烤味跟烧烤味一样，天天吃容易腻啊。像我们这种原汁原味的就没那么容易腻啊，就天天吃啊，一天吃2顿都可以了。把味道做好，走量啊，薄利多销就可以了。山东潍坊好像没有，山东潍坊好像没有。做饼胚明天吧，明天看。天天不干活让你老婆休息一下是吧？没事，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手到擒来的事情。好了。虽然说干餐饮比较辛苦，但是家人们像我们这个都干了6-7年了，对我们来说也不算辛苦。感谢白二小鱼，黄色一盘是白色的，谢白二。可以给我1万点吗？可以。啊？可以给我1万点吗？你们要几个？没有一个，还有一个。啊，有。其实不是，等于让夹人，他让夹个咸菜。10块钱。小羊肉记得给他吃过了。来，拿三号来。等会儿，放耳机，放耳机到了。还要一个，这葡萄耳机。啊，香酥啊，那葡萄耳机还有一个7块的啊。对。鸡蛋。那行，先把那红的我一连上就。
看到了吗？直播了吗？他三个有一份啊，两个一起拿，是吧？到老超市。十一号。大概你出去也是吗？我用附近的，不是附近的，他怎么他怎么买的？不是买，是学习。这个江宁波啊，山东泰安人，来，这是加什么的？基础的微辣，热狗微辣的，热狗微辣，嗯，好，土豆丝都比现在都吃哈，要，好，微辣，热狗，好，三，土豆丝没了，是的，这一会儿加菜都加不及了，好，小帅哥要白的要绿的，咱们。白的，好嘞，看一下要加什么啊？久等了。一个人就可以操作，非常简单啊。我主要是那个羊肉吃，是在摊位上增加个新品。如果说你们当地没有，大家学会之后呢，都可以尝试一下啊。开封，我们在开封啊，你是在哪里啊？这个健康，我要啥口味的？对的对的啊，吴姐，我们在开封，你是哪个地方的？四川的，西安，哦，四川西安，四川哪个城市啊？这个快乐，你是四川哪个城市的？西安可以啊，西安旅游城市人多啊，西安跟比我们这个开封的人还要多，比我们这个西安人气啊，旅游城市。乐山的，乐山也是个城市之都啊。对，想学的话直接点我头像啊，把你的大哥大直接给我就可以了。现场学，面对面学啊，能面对面学。三分钟一锅，一年四季都可以操作。吃啥呢？是这样的啊，家人们，就是你到我们摊位了，尝尝味道，看看生意，哎，觉得这个事儿靠谱，可行，你再行动。虽然说咱们出个小摊儿不需要啥成本，但是呢，它耗时间耗精力，对吧？我们选品也是比较重要的。你要选一个好的模式，好的品啊，简单省事儿。你出摊的话，你把整个小摊出下来，如果说你没有你没有自己小推车的话，你三天之内就下来了啊。
我把这个撒料的做方法给家人们放到粉丝群了，然后没有进来的家人大家可以点关注亮灯牌进到咱的粉丝群，不知道怎么进的我头像后面有一个黄色小桃心，点开之后赠送一个灯牌就可以直接进来了啊，大家都进一下，三分钟一锅，一年四季都可以操作啊，黄心土豆啊，黄心土豆，对，大家把灯牌关注点亮进群里啊，撒料做方法给大家放群里了，它比较吸引小孩还有年轻人，那小孩看到都直流哈喇子走不动道，那年轻人拿手里第一件事呢都会主动的拍个照片发个圈圈惦记着帮你做宣传，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来找你买，三分钟一锅。今天因为做少原因，今天是星期六，那做的没敢做太多，好多人不上班哈。牛肉拿一下，包子帮我拿一下。四到八米。口味不同，价格也不同。牛肉，小易，你现在那个锅你为什么不把？你每次不把上你。计时，我们家不粘，我们家这个是烤的，不粘板啊，不粘。如果说你的产品三米五米的，你搁那天天搁那卖，你三米五米的，对不对？你摆一天摊你累得受不了，回家一算没有啥收获，知道吧？啊，我大云哥是唱歌的吗？大云哥，大云哥，你是唱歌的吗？直播，啊？直播这个赛道唱歌可以啊，啊，我看你这个头像很专业，啊 ，OK， 非常棒，非常好啊，朋友们，对不对？我认为我还是那句话，普通人最好的创业啊，在研究是吧？我看你这个头像是非常专业，嗯，说实话啊，我前一段时间也在抖音上唱歌，五音不全，瞎喊对口型，我的声卡买回来有。几十来天都放在那里睡觉了，睡到现在，啊！唱歌这个赛道，说实话，不专业的话不好搞，不好搞啊！专业的还搞不了呢，真的，啊！做直播啊，这个东西一定要做接地气的，接地气的啊！普通人还是比较多，普通人比较多，知道吧？好吧，欢迎好朋友们啊！来，大家有问题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有问题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就行了啊。OK， 欢迎好朋友们啊。来，对对对对，大云哥说的对。说实话啊，做直播这个东西，你必须得有一个啊主业得支撑着你，你才能做。你就像好比我摆着摊开着直播，我摆着摊我卖着煎饼呢，对不对啊？你摆摊你光摆摊不做直播，你就光摆摊的收获嘛。我摆着摊我对不对？我做着直播，我涨涨粉也都是一种收获。我从去年几百个粉丝到现在涨了一万多粉丝啊，就靠煎饼做直播涨上来的，学员全国各地都有。你感觉这个收获值不值？啊，朋友。